广东，广东话我也不会讲了。不是广东，是你讲你，你讲你的话，我听不懂。我年轻的时候还能讲，年轻的时候讲，为什么？东周啊，哎，回家了以后，什么都忘了。啊，什么都忘了。他怎么年轻的会讲广东话呢？他那个，他打仗哪儿都去啊。哦。他说一只手拿枪，一只手拿打刀。哦，一人拿枪啊，一拿刀，圆了就是枪，近着就拿打刀。爷年轻时候很英俊的啊。这么多年了，从战后一直到了现在，没有人进行过专门的去整理这些个遗骨，或者去做一些善后的事情。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有意义，你就应该赶快的去。好的羽绒服，穿上试试。哎呀，好！这多好！我看了近300个老人物，历历在目。你会看到子女孝顺的老人过得很好，子女不孝顺老人过得很糟糕。墓园怎么弄？墓园有什么想法？墓园，我现在呢有些人承包了一个山地，我想利用他的山地，他那承包的地方就是战场。我想再做成一个遗址公园的性质。对，我跟他们说过，你给我10亩地也行，不行你给我3亩地。我说我们这个地呀，再缺不缺这3亩地？对，是不是？3亩能有多少？那就是说你能帮多少算多少嘛。你目前你看到的你要去做，看不到那没办法。只要志愿者对我这里有需求，我在很短时间内可以做出决定。我说我们可以。